龙，谁打你？爸，就他打我刚才。看错人了，看错人。说的我。你打我儿子？你打我儿子是吧？哎，说的我。哎，是你打我儿子吗？不，那个家长，您得注意一下啊，请您注意点素质，不要骂人啊。这小子打我儿子，我还不让我骂人。我打他呢，我还。但他也没骂。但实话实说，他进来没骂人。没骂人，一个脏字没说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有点带着风，有点气势，带着风，有点气势。兄弟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。不承认是他的爸爸，要不然要打架嘛。那、你跟我握什么手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？也有关系，也没关系。爸，那到底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？我是这个学校的家长。爸，你是他爸是吧？但是他确实没骂人。好，那就好，非常有素质的一个父亲。我去倒杯水啊，给你们倒杯水。你是他爸是吧？都是有素质的、有素养的人。爸，你坐好。你儿子打我儿子？啊，腿够不着吧？那努努劲儿好像差不多啊，挺长的啊。哎，你不是咱工地那个工头吗？你啊，你认识我？老沙，你怎么不好好上班？这孩子开家长会吗？不是你，你不好好跟那搬砖挖沙子，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什么什么什么搬砖挖沙子？我爸大老板，搬砖挖沙子呢。你爸今天来这身衣服是跟我秘书借的。你可得了吧？你是哪什么单位？这地是我的，你在我手底下干两年半了，你自己不知道？开发商，知道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你爸这衣服真是跟我秘书借的。可得了吧，我爸那么有钱，管你借什么衣服？你要喜欢衣服，让我爸送你两套。你看里边的工号都写着呢吗？0305啊，这不工号吗？是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爸，你这天挺冷，你披上没事，他都借你了，跟我说来着。给我穿上，你穿。不是爸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还管人借衣服呢？不是爸来的匆忙吗？就看旁边有一件衣服，爸一看，就穿上了。你不是管他借的是吧？应该不是管他借的，当时借给我那是个女的。说啥说话这么嚣张？叫啥孩子叫啥？天龙，天龙，你这我儿子呀，对，天福，天龙，天龙，天龙，叔叔替天福给你道歉啊。你们两个以后还是好兄弟啊，在一起好好学习，两个人啊，那行吧。好，天龙，爸，好孩子、不是咱家那么有钱，你怕他干啥呀？这不是怕，理屈词穷的人才会动手，是属于那种，是属于没有，怎么说？怎么？本来一直想表现出就是出口成章，没想出词儿来，反正总之。这么做是不对的。你不会动手吧？哎呀，我听你说话，我真是听明白了。这当爹的，你这在儿子面前是不是吹的有点太大了？你这越是咱们家穷，有的时候呢就不想让孩子心里有自卑，希望能够理解啊。明白，都是当爹的人。那行吧，老师啊，那你先走了，兄弟，我先回工地了。行，一堆事儿呢。好，你下午也赶紧回来。行，你手底下有几个人也不太听话，有事说开不就好了吗？就是，哎，我送送你，慢点。哎，爸，啊，他真，你真像他说的那样，你就是给他打工的？你不大老板吗？谁给谁打工的呀？都是沧海当中的一滴水，知道吗？谁是谁打工的呀，孩子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是骗我呢。你这。